讲到吃海鲜呢，碧沙渔港是饕客的最爱之一。不过现在这边的卖场改建，摊商为了维持客源，就干脆推出铜板美食来吸引游客。像是七颗炭烤凤螺只要100块钱，而新鲜明虾50元的铜板就能搞定。等一下哦。望呀望，一个个凤螺在铁架上烤得汤汁四溢，小朋友咬下一口，满足全写在脸上。后头掏钱的妈妈也很干脆，因为一整盘现烤凤螺，一颗平均不到15元。真的啊，很便宜，真的很便宜。对，真的超便宜的。对，物超所值。对，物超所值。物超所值啊！等它滚了以后哈，啊酱汁拿一撮倒下去，嗯，啊收一下，火候收一下。一样要控制火候才能烫出鲜甜的，还有基隆在地小卷，大火快煮起锅，不管是切断还是整只咬都很过瘾。那里的海鲜雄青碧沙渔港小卷现捞现煮，居然只要25元，很便宜啊，很便宜啊，今天昨天吃很多了，来细脚去把给你，是这100块哦。原来碧沙渔港正在改建卖场，业者为了开源走平民路线，含蟹黄的大只螃蟹一只只要75元，红彤彤的新鲜明虾也只要50块，简直用铜板价格就能吃到餐厅及料理，怪不得年轻美眉一盘接一盘，美食当前，减肥摆一边。中央新闻王淑敏、邱淑敏，基隆采访报道。